如果你煮一个晚餐给一个女孩子吃，她就会马上就会爱上你。原来陶喆把妹的武器不只是他的音乐，还有他的好厨艺。平常陶喆就很喜欢研究做菜，从食材的营养到刀工，他都很有研究。切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大拇指啊，跟手指头全部都要卷进来。对，哎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会知道？因为我以前在一个寿司店，做过，不是做厨子的，我是做那个收盘子，我就这样子切，我大拇指放在前面，就我的手不小心就划到一点点，然后我真的不是，我不骗你，我的大拇指几乎有一半被切下来。其实陶喆做菜还有一项重点，就是要耍帅，这个要够美。嘿，嘿，接到，接到，然后再慢一次，再来一点，来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橄榄油越喝越多，其实越好，真的是。所以现在这个整盘已经那个油比菜多了。OK， 我也是个汤。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就是拿一个滤网过来过滤一下。过滤一下。对，那这一步呢，其实我们就给它稍微搅拌一下。陶喆说，现在已经没有君子远庖厨那一套了。反而会做菜的男人才够 man。 你们看那种电影里面那种意大利男人都是要下厨的，而且那种意大利男人，比如说他如果下厨之后呢，他通常都是黑手党的老大，就是他可能在一边在做一道菜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跟你讲说要怎么样把那个人给干掉，这样子。 Yeah you know， 然后他觉得，然后他可能会拿那个番茄这样子， You know， 人生就像番茄一样，然后这样子，对不起，喷到自己脸上啊！对对对，最后终于完成了这道健康沙拉，名字叫做是 David Especial Ensalada Mista。这个很大，你嘴要大一点。好，我要准备张大的。对对对，这样会不熟你。不会。好，可以。来，哦，不错，那就来张纸给你，可以擦一下。如何？我自己要吸一口。很幸福的感觉。杨奕华、武玉婷采报道。